哎呀，好久不见呐，好久不见呐，上班来了，病假到期了，不得不来了。哎呀，就不爱上班。主任，主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呐，主任，您真沉得住气呀、啊！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，您连个面都没露，硬是装病不来，我是真佩服。注意用词啊，这回是真病了。哟，什么病啊？胃病，一吃三碗饭就积食，一吃三碗饭就积食。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？不是那事儿，我琢磨着呀、啊，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。坐坐坐坐坐，哎，主任，您可算是来了。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，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。您一提工作呀，我压力就大，压力一大呀，我胃就疼。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。您看您那个坑是，主任，咱那个坑，咱今天必须得，主任，咱那个坑，行，我不说了。不是，这药也对瓶儿吹呀、啊，主任好药量。哎，主任，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，要不算了吧？哎，拿都拿来了，哥。哎呀，谢谢主任，就我这点小事儿，您还惦着呢？惦着惦着，惦着对颈椎好。新局长在没在啊？我这来都来了，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啊？咱新局长叫马胜男。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，爷，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，还有那小笨鸡蛋，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。哎，主任，咱下午啊得开个会，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。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，啥意思啊？那我胃不舒服，还不能躺会儿啊？主任，不是说身体问题。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、不作为、不肯干也不敢干，卷起袖子在一边看。哎，针对性这么强吗？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。那咱赶紧啊，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，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。你也帮我整理一下，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。哎呀，主任，这还用整理吗？您这一年啊，啥也没干。我一件实事没干？没有。那稍微虚点的呢？也没有。纯虚的行吗？那不用了。我没事啊，我是单位老人了，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？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。艾伦，哎，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？我做了五件。那你借我两件。嗯，主任，为什么呀？你这级别做五件，属实有点冒进了，对吧，杨子？对，你也匀我两件。这主任，我可没冒进啊，我这一共就两件。呀，那你借我了，自己就没了哈。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，免得被局长批评，对吧，元儿？哎呦，主任，我的早就整理过了，但我交上去了。啥时候交的？马局长上任第一天。那你时间最充裕，你帮我想四件。那行，我这就八件了啊，少就少点了，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。哎呦，主任，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，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？那是一件实事吗？那是十件破事儿。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，麻不麻烦？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，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？白眼狼，艾伦是个白眼狼。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，对吧？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，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，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。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？艾伦，你站直了，看他这两年成长的，这大个子窜的。是啊，短短两年，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.87米的大科员。你要会捧你就捧，不会捧不用硬捧啊。真气人！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！你们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。艾伦啊，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。那坑是自然形成的，是天灾，是大自然的灾害。你去主动填那个坑，就
一点用没有，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。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，我明白这里的道理。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？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真不错，这么简单都记得住。那你错了没？要按您这个标准，我是错了。那你还做不做？得做呀，主任，那么大个坑，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？你给我滚！不是主任，你不能那么粗鲁。那请你出去，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？那行，那就先这样啊，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，发咱们掼蛋群里。哎，哎，郝主任，我是于干事。哎，于干事，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。你没听错吧？我这第一天上班，我俩面还没见过呢，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没说啥事啊。那他原话咋说的？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，一会儿去找你。啊，最后还说嘶哈嘶哈欧分分分，这啥意思啊？那真不知道，你自己研究吧。就这样，再见。哎，啥意思啊？嘶哈嘶哈欧分分分。哎呀，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，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。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，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，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。郝主任是吧？是我呀，你找谁呀？我就找你。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？今天我掉坑里了。艾伦这个乌鸦嘴，白眼狼长个乌鸦嘴，这局长马上来了，这撞见这事。哎，我说大姐啊，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？啥意思啊？嫌我掉晚了？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？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。我这事儿不重要，嫌我摔轻了呗？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？行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，我在这儿等你啊。百姓好友，实干人才，两肋插。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。你给我放下！干什么？开始摇人了啊？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？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？大姐，你听差了，我在叫我同事呢，他姓包，叫包卫科，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，有个弟弟叫……这，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！我真不是那意思，大姐，你快坐，坐。作为领导干部啊，遇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不能怕事儿，是啊，更不能躲事儿，是不是？今天你敢打电话啊，叫保卫哥，是。那明天，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。大姐啊，自己去趟医院吧啊，完了把发票都留着，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。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，不能走窗户。群众。好，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？假装礼貌的让座，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。这是解决问题吗？这是激化矛盾。好啊，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？来，把这个推出去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，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？我就问你，坑怎么办？这坑说实话归七八个部门管，我现在挨个打电话，今天如果他们都不解决，我自己掏钱把这坑填上。这处理问题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？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？我向您道歉。我掉里边是小事儿，那万一老人掉里怎么办？我向老人道歉。你说万一孩子掉里怎么办？我向孩子道歉。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，想上前一探究竟，不小心粗溜一下掉里了怎么办？我向粗溜道歉。你向粗溜道什么歉？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？哎呀，大姐，我求你了，让我办实事儿吧。赶紧过来个人。主任，您找我。你来了。哎，赶紧换个人。
主任，主任，你来得好，来，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，做个全面的检查。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，嗯，填上啊啊，走了，大姐，走了，走了啊。你局长，哎，局长，哪儿呢？局长在哪儿呢？不来了。有你这么断句的吗？他什么时候说的？刚说的。今天都不来了。不来了。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？啊，就整这出啊？说不来就不来了，真给我忙活这身汗。那行吧，大姐，那今天就这样了啊。你俩呀，赶紧把大姐领下楼，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。赶紧往家蹬吧，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。我听明白了，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，现在领导不来了，事儿就不给解决了，是吧？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，得一关一关过，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，大 boss。 哎呀，大 boss，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，现在不认账了？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？哎，主任，今天这事儿得办呐，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？是呀，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？您快回来呀。你俩有病啊，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？我们有病，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，为民排忧解难吗？啊，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。发电报呢？你说她端庄我也就忍了，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说话就说话，怼着我，怼着我干啥呀？出去。仁至义尽，问心无愧。那个时候我就纳闷了啊，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？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，往那儿一坐还挺拿人。行了，大姐，别生气了。哎呀，喝我点茶吧。那，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，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。但是呢，咱人类呀、啊、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。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。话说东非大裂谷，从天上看，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。它全长5800公里，深2000米，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。卖弄啥呀？谁还没上过初中啊？你说了这么多，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想说呀，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，你咋就那么不小心？归根结底，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。来，有本事啊，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来，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人民的公仆，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大姐，你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去给您倒杯水去。哎，你当我镜头干什么？这就没意思了。呀，这不回我呢吗？还知道要脸面呢？啊，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，你在意的是那坑吗？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？我再带你去趟那坑，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姐，咱这坑啊比较特殊，它处在两区交界处，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，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。他们区有钱呢，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，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，你就发达了。你想想，这事你要赖我，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，眼镜片给你换一只，这你要讹上他们，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。出门啊，大姐，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。好一个好主任呐！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大姐，开屏了呀，这是啊，高兴了。你呀，这是让我大开眼界呀。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，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呢。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？对，我就是马胜男。
郝主任，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，咱对得起老百姓吗？啊，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危害极大呀，阻碍了社会发展，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，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。我问你，就你这个德行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？哪儿来的？装修的时候，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，这属于软装。行了，就喜欢躺着是吧？别在这儿躺着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回家躺着去。盛南局长啊，我也是盛南，我是大龄盛南呢。我这工作要是没了，我就剩男了呀，局长。